你好。Hello。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老小，我老小，我普大爷来了。小普，那个我们见过对不对？是见过。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是那个大侦探的演唱会，然后你在上面表演，当时旁边坐的是萨老师。嗯。萨老师给我认真的介绍了一下你，就是说那个性格很不一样，然后表演的感觉很不一样。我要笑死，都是萨老师教的啊！你是跟萨老师学的，学来一脉相承，对对对，一脉相承。你猜一下，最后一位老师进来说的话是单数还是双数？单数，一个字，嗨。Hello。哇，你们居然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刚才问了他们，就是你进来之后会跟大家用什么语言来打招呼？然后结果是 Hello， 结果那个小普说的也是 Hello。Hello。果然是两个那个性格比较相似的人。我们俩还是没有默契啊。文涛，你猜一下小齐说了几个？心结好三个字。心结好。我们调一下回放，因为我不记得。我记得我的第一句是一个语气词。那就猜错了。因为小齐，我们之前那个刚录完一个节目，是的，然后这一季希望大家多多关照，多多包涵。这一季我们吃饭靠谁？全靠他了。